邀请大型住宅项目 BL 星海堤岸嘅新闻发布会。咁喺活动开始之前咧，等我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日出席嘅中州置业管理层，佢哋包括有中州置业行政总裁陈志兴先生，以及中州置业前销售总监杨聪永先生。欢迎晒两位。好啦，咁我知道咧，今日陈生同埋杨生咧会为我哋带嚟一个非常重要同埋好消息嘅。咁我将以下时间交俾陈生先，唔该晒。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啊！嘅 Arms 星海堤岸咧，就係我哋中州置業嘅香港住宅發展項目嘅發牌項目。我哋秉承公司嘅建家築未來嘅品牌概念，以創新科技藝術嘅元素嚟到發展嘅項目，利用智能化兼創新嘅科技，共同為客户提供一個時尚舒適又健康嘅家居生活。你 R 星海堤岸嘅地理位置優越，緊貼港鐵火炭站，無論前往香港各處或各出入境口岸都係轉瞬即逝。項目係由四座設計時尚華麗嘅住宅大廈組成，提供1335個多元化間隔嘅住宅單位，切合不同家庭嘅需要。自項目命名以來，大家的愛戴的 Arms 星海堤岸一直是備受市場的關注，大家熱烈的反應實在是令人鼓舞，我們對接下來項目的事情充滿信心，相信必定會掀起市場的搶購熱潮。多謝各位。好，謝謝兩位。好，我們緊張的時候來了。好，兩位請起來。OK， 今天我們要介紹呢個發佈會咧，我哋開價啦。佢呢個價錢係點樣咧？咦，我見到喎，心中興奮㗎，好特別喎呢個名。咁係咩意思咧？或者楊生同我哋解説一下。係，多謝。在座咁多位傳媒朋友，地產代理朋友，咁你哋好。咁咧又係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咧，啱啱特別係一個黃金週裏面咧。咁其實我哋咧邀請咗喺今年咧嗰啲向御嘅買家咧嚟參觀我哋市場單位，獲得唔少嘅好好嘅讚賞同評價，我哋衷心感謝嚇。咁咧喺呢期間裏面咧，其實咧喺呢個星海堤岸咧由籌備到到而家開始踏入正路啦，今日都公布價錢啦。咁咧其實我哋好開心啊，因為咧其實呢個星海堤岸咧，無論喺嗰個 location。個位置上的優越啦，同埋我哋用心打造呢個建築嘅產品，係得到即係鏗出嘅聲譽，我哋好開心。嗱咁點解叫做心中咧？咁其實咧係其中我哋個賣點啊，因為咧我哋係一條線咧，六個站就上去深圳口岸，咁而七個站咧係可以享受到明年通車嘅東鐵沿線，直達金鐘。咁所以咧係一個金鐘嘅一個好有利嘅一個策略性嘅中間位置。咁所以咧息值咧我就預先慶祝啦。咁啊之前有位好享受地鐵嘅朋友咧，即係佢係覺得好興奮嘅，對於地鐵情懷。咁變咗咧，我又覺得好正，不如就心中嘅興奮價啦。咁啊希望可以令到咧之前或者係嚟緊開價之後嘅準買家咧。有興趣置業嘅人士咧，特別係一啲上車嘅人士咧，可以希望係可以好輕鬆上車。之餘，一啲換樓鏈嘅朋友咧，可以換得更舒適嘅家居，換得更舒服嘅居所。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我自己當然呢個心中講完都唔知講，亦都係一個諧音啦。我相信大家地產代理朋友或者傳媒朋友咧，都心目中都有一個價，心中嘅理想價。當然理想價係唔係太理想，係需要興奮先得嘅嚇。咁所以咧，興奮到咧，我哋心在心中，在心中。咁所以咧就我會形容為一個，我哋都大家同阿陳生咁傾偈，都覺得咧係一個好興奮嘅價值嚟嘅呢個，好開心。好嘅，咁啊，不如事不宜遲啦，咁啊，我哋不如睇下最低劇價係，我哋用嘅新聞最低深圳第一批價深圳嘅最低尺價係六個站，扣曬所有嗰嘅。換裝飾同埋優惠，好啦，咁啊，喂，歡樂小姐，我哋會係第一個係咩咧？
一，七，唔係嘛？有冇驚喜啊？可唔可以零啊？好啊，陳生可唔可以啊？零唔得嘅，呢個最低小品啦，最低小品啦，咁係好合理，我覺得。好啦，好啦，講幾多好點咩啦？繼續，繼續。你哋咪想講第二位啊？阿陳生，不如你俾指示風流小姐嚟好嘛？好，繼續。九九。哇！好犀利喎！睇唔知。阿陳生係咪咁樣？好似好興奮喎，佢哋。唔係好興奮啊！唔係好興奮，咁風流小姐應該點？加油啊！興奮曬大家先。反應嚟嚇死咩？以為咁大膽，以為咁夠姜。陳生，你指示咩嚟？指示阿陳生，邊個老公嚟？再嚟喎！哎呀！都係跳嘅。好似都係跳喎。呢位朋友啊，喂，點啊？嚇？唔係，左達。喂，遮住呢邊先，唔好俾佢睇到。我覺得唔可以咁平嘅，要八字，係咪啊？點啊？咁啊？呢個點啊？俾埋第五個出嚟。我入啊！嗱，呢個二都咁死。邊有咁啊？你埋單。呢個起步價。嚇？幾多？係咯。起步價。八號呢邊啊？佢最低石價同人工價。好。起步價。起步價均價，你接十都唔係，好緊張啊！嚇死人！收幾多咧？呢支我做嚟，有呢個，有呢個，嚟，我嚟，哎呀，好啲啊，好啲啊，遲一啲啊，遲一啲啊，好啲啊，好啲啊，哎呀，好啦，好啦，喂，不如食得我玩先，我玩我。借呢個機會咧，或者我講一講咧，其實我哋有啲款方式嘅，咁啊有一個其中呢個叫開心120嘅款方式嘅，咁啊臨約係俾5%啦，咁啊之後期間就俾多5%，跟住90%禮拜二千至23，OK，咁啊有享受到咧個優惠係4%啦，對樓價折扣，咁另外一啲限時優惠啦，咁啊包括咗3% 嘅限時優惠嘅折扣啦，另外我哋成為我哋中州會咧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嘅，咁啊1.25%。另外重價印花稅方面都有3.75%。咁另外咧，因為咧我哋係頭先所講咧，心中興奮啊嘛，個鐘就代表金鐘啦嚇，即係出年已經享受到呢個嘅優惠啦。咁變咗我哋都有一個咧叫直達金鐘嘅優惠，大優惠，將咗3%。咁前前後後咧呢扎嘅優惠咧，會係約莫係講緊係11%左右，11%。咁咧應該係連埋嗰個 payment 咧就有15% 啊。OK。咁好啦，咁呢個樓價咧，咁其實610多萬一房單位咧，講緊係大一房嚟㗎，咁啊變咗可以享受到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啦，我自己覺得係好正嘅嚇。咁呢個係一房，係講緊係1座6F 嘅單位啊，1座6F 嘅單位，呢個係享受到一個正南嘅單位，啊享受到一個正南開陽嘅單位。OK。好，咁我哋咧又正睇下一個例子啦。咁咧就係一個
嗱呢個咧係唔係一般兩房，係連一個工作間嘅兩房工作間單位嚟嘅。咁咧個付款方式都係同投資嘅大致相同一樣。咁啊，出面坊間咧，如果係兩房咧，其實已經係去到接近一般市區樓咧，已經係接近1000萬嘅好多。咁而家呢個咧，唔單止係兩房，係講緊兩房半啦，我哋統稱為啊，只需要係900萬都唔使嚇。咁啊，尺價係講緊15791嚇，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價啦。咁咧就係一座嘅六 H 單位啊，一個係大單邊嘅一個單位，咁係非常之唔錯嘅景觀嚇，唔錯嘅嚇。呢個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大嚇。呢個係一個兩房半嘅單位。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又睇睇三房嘅入場價係點咧？哇！各位朋友都話係啦，咁呢個咧單位就位於第三座六樓 A 單位嘅，咁楊生日我哋介紹下。嗱，呢個三座六 A 咧係一個三房嘅單位啦，嚇個實用面積嘅面積係講673尺，咁啊只需要全廳 over 1000萬啫，已經享受到三房嘅單位，而一個係好翠綠嘅山田嘅景觀。啊咁啊，尺價我諗喺市區嚟講，基本上都係好難揾到呢啲尺價，仲要全新樓，仲要係地鐵臨住嘅地鐵啊。咁啊，頭先早講啦，心中呢段嘅概念咧，我諗咧嚟緊咧我諗輕輕提示下呢幾個單位嘅啫。咁啊，我諗就算一陣我哋稍後時間都會公布價單啦，有曬成張價單嘅。咁啊，我諗嗰啲嘅價目咧係非常之吸引嘅。咁我好相信咧一陣你有。你可以訪問一下地產代理朋友都得，咁我自己覺得咧有啲好貼切嘅。咁啊，對於呢口價嚟講咧，好大嘅折讓，我自己覺得係好大嘅折讓，好唔好？好，唔該曬兩位。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完呢個心中興奮嘅，我哋一齊影張合照先。